拆袋个下柜，这是一斤装的。下柜一般是三层袋子，等我打开。咦，这是最后一层。这是一斤，一斤能到一盘，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，这一单是九个，正常的话就是七到十一个左右。现在下柜开始肥了啊，看这小肚，量了之后小肚还挺多东西的，看来个多，有的黄就是这种颜色的，有的黄就是发白的，这样的。